今天啊，好奇宝宝带妈妈来到啊家里附近的一家诊所啊，复健诊所。那这位非常好心、非常那个 nice 的这个护理师来教我一些啊应该注意的事项。嗯，是好。那平常呢，你在就是帮妈妈做的时候，除了做一些比较基本的这些按摩之外，记得就是骨头的地方不要特别去压它，不然它会很痛，容易发炎。可以的话尽量就是再加一些拍击的动作，因为妈妈的问题呢最主要就是一些就是脑部神经的损伤，再加上一些久没有动这些肌肉的僵硬，所以用拍击的方式反而可以让她更放松。可以的话呢，就是尽量在拍在这种肌肉的内侧，这种肌肉比较肥厚的地方，尽量去拍击在这一侧，好，或是这一侧，不要打在关节处，不然它容易受伤。那妈妈她现在的状况呢？右脚的是还可以，但左脚就很明显是比较紧的。可以的话，也是尽量帮她做一些，轻轻的稍微帮她固定的这种动作。嗯，就是符合预期的，要做一些外展的动作。但就不要硬拉，硬拉妈妈也会不舒服啊，一方面也容易受伤。那每一次拉完之后呢，也是在拍拍，让她的肌肉再放松。拉完再拍。对，拉完当然拍之拉之前也是先拍一拍，让她松开来，你也会比较好拉。那一方面呢，就是拉完之后还要再放松，她才会比较舒服。那你再拉第二次的时候，她才不会觉得太痛。对，就是固定在关节的地方，帮她做一个外展的动作。每一下呢就是大概停个大概10到15秒左右。让我们肌肉比较会放松，然后再放开。奶奶痛不痛？痛不痛？你问他舒不舒服。舒不舒服？不舒服，因为好痛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不舒服的话，他会叫。哦，会叫啊？对对对，我妈是会叫的哦。那很好啊。对，我妈妈是会叫的。至少都有一些情绪的输出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那我们做5下就好了，现在做第3下。停5到10秒，是吗？对，差不多。每一次都不要太勉强哦，就是拉到他觉得你自己感觉就是紧紧的了，就不要再硬拉了。我们放松。你是两只手都拉吗？我看起来好像是两只手都拉。这只手是固定。这只手是固定。哦。这只手是主要做帮他做一个外展的动作。哦，一只手固定。对。你这只手呢，就不需要特别做一些外展的动作，你只要固定它就好了。哦，所以一次外展一个位置。一个是固定，哎，对。而且他这只脚的话，这只脚只要一固定，你这个动作一出去，相对的，他那个外，他这两边的这个内收的肌群都会被拉开来。所以你不需要两边都拉，因为这样太费劲，你自己也会受伤。所以这个地方就只要固定，用脚一方面把它这边把它顶住，一方面作为固定，然后再拉，这样就会两边都拉得到。可以的话尽量就是就是用你最省力的方法。不要把自己也弄伤了。其实如果能像你现在拉得那么开，他冲洗就会很干净了。可是那就变成了两个人，一个人拉，一个人洗。那他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能力。没有这样的人力。对啊，因为他们一次就是一个看护过来。对对对。那一个是外展的动作，奶奶要加强；另外一个动作就是伸，所谓像这只脚要伸直的动作。那他的状况也比较不是这么的好。那我们只要把脚呢稍微尽量拉到他自己可以承受的这个角度之后，压着膝盖，压着膝盖固定，当然不要太用力了，就是固定，让他角度不要再回来，然后做拍击。固定了以后拍。对，固定以后拍，那他这样就会松开。奶奶不是在打你哦，
要让你放松哦。再拉松一点，你看它就会比较松开一点。松开一点，再把角度拉到一个极限之后，它自己可以承受的极限。好，之后膝盖再固定，再拍，这样角度就会越来越大。是，然后越来越放松。因为毕竟它这样子屈屈已经太久了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在一时半刻之内整个松开，只能慢慢来。好，一次一点，一次一点。来放松，会痛吗？我去按摩的时候，我发现它有一些腿上在内侧的地方有一些结节。这个地方？还是在关节处？不是，在后面这个地方。你摸摸看这边，有一些结节。有没有摸到？你说的结节是肌肉比较僵硬吧？不是，有。你会摸到一颗一颗的吗？对对对，疙瘩一疙瘩的。我现在摸到的感觉是比较像是比较僵硬的肌腱。好，等一下。就好像我们肩膀呢，我们肩膀太紧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摸起来有一颗，其实那个就是僵硬的肌腱，它已经痉挛在一起，所以它会摸起来像一颗，但其实它是一大条中间一个比较紧的地方。没关系，等一下你再摸，让我感觉看看。我这样摸起来的感觉就是肌腱，僵硬的肌腱。我是摸到一团一团，一颗颗的这样。像肩膀紧紧的那一种，不是整片的，是一粒粒的，一坨坨这样。刚刚医生有特别交代说，因为妈妈她的精神状况如果比较好的时候，她比较愿意动的时候，也是要稍微训练她做抬屁股的动作。那是怎么做？你可以教我吗？就是让她两个脚，当然也是一样这样躺着哈，两个脚弯起来，然后。一样就是用脚把它固定住，不要让它的脚伸直跑掉，然后固定它的膝盖，然后要求它把屁股抬起来。要求它抬屁股？对，因为它是可以，就是我们跟它说什么，它是可以有一点点回应的嘛，只是它不一定能够by order去做出来我们要它的动作，但就尽量，因为当它精神比较好，那它的接收可能状况也会比较好。你就试着要求它。那他是不是能够把屁股抬起来？好，甚至一点点都好。重点是要有动作出现，好不好？停一下。